只是化天境而已，没那么难应付。至尊灵葬礼危机四伏，我不能和他纠缠。 家伙来祭塔吧！ 放动！离开商场，我石虎团与你不死不休。这种废话就免了吧，把交灵环交出去，换你这兄弟的命。我可以给你交灵环，但你先将他放了。你现在没有谈判的资格。大哥，还给他。 安然学姐，收好。行。放了我弟弟。让你的人散开，放我们走。让他们走。安然学姐，你先走。 石像怎么活过来了？这么大的东西，从哪儿过来的？看你还怎么逃！今天不把你剥皮抽筋，难解老子心头之恨！多谢石像，得想办法和安然会合。 和狮虎团的人斗。安然学姐，没事吧？先离开这儿。牧尘，我来对付他。都有龙蛟灵环的话，应该可以抵挡一阵。小丫头，这不是你能插手的事。 赶紧滚开！徐姐，你出手的话，那些护卫只怕也会动手。可你，
没事，这里高手如云，只对付我一人，他们应该还不想暴露真正的实力。你去找苏萱学姐他们，放心，我能拖住这些人。只要我能尽快找到苏萱他们，就能尽最大限度地替他分担风险。那好，你自己小心。不用追，让他去搬救兵，正好把北苍灵院的人一网打尽，免得进了灵藏核心，他们还来碍手碍脚。我来和你打。假时的化天境初期高手，竟被这小子挡下了攻势。这小子只是融天境中期吧？看样子背景也不简单呢。我看你还怎么来！魔龙撕天爪！要正面对抗化天境，还是有些勉强。小子，受死吧！这是什么怪物？白龙城强势派下白龙玉柱，说明对白龙至尊的灵藏志在必得，不可能只派了白洞带队前来。那帮护卫里很可能还有更强者，得先制住白洞。魔龙崩天拳，你敢？出手之人实力不俗啊，果然被我猜中了。前辈，既然来了，又何必躲躲藏藏？是想待会儿趁我们所有人不备之时，一举出手，夺得至尊灵藏吗？真是个心机深沉的年轻人。竟然是白玄白城主。光凭这东西可保不了你的小命。果然强悍，竟然一掌就能将石像震退，不能硬拼。魔龙撕天爪，只能以四神仙秀精拼了。谁？你们终于到了，还好赶上了。安然找到我们后，我们就立马赶过来了。多谢苏萱学姐。没受伤吧？无碍。安然说白龙城是龙魔宫的人，这是真的吗？他们亲口承认的。
这是。这绝对是极为罕见的奇宝。石柱究竟是什么东西？牧尘，这石柱很危险，你不要再靠近了。你小子还真是阴魂不散，竟然抢到了我们前面。你们将他解决掉，这一次绝不能让他活下来。要出动什么灵诀了？解决掉他！赶紧杀了他！四神星宿经，白虎飞鹰，是神级灵诀。怎么可能？他们两个可是化天境初期。小杂碎，白虎飞鹰必定把你碎尸万段！少城主，少城主，他还有一口气，你们再不帮他疗伤，或许那一口气也保不住了。你给少城主疗伤要紧，待城主赶到，自会清理了他。看样子，黑龙至尊和白龙至尊的战斗结束了，白轩他们只怕也快到了，必须马上离开这里。小子，给我把东西交出来！城主，你伤了婉儿，是他自找的。你找死！不好！全都切了，很好。把东西交出来，否则。别怪我大开杀戒，你们一个也跑不掉。你来试试。你们真以为我只有这么点实力？就凭你们，能拦得住我？这是化天境后期。小子，我必将你剥皮抽筋，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间。
大家小心。神的魔柱，他怎么也出来了？牧尘，牧尘，你没事吧？黑色魔柱想干什么？牧尘，你怎么了？好重的凶煞之气，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是灵藏中那根魔柱的煞气。嗯，没错。现在怎么办？有强者在往这边赶，应该是冲我们来的。这里不安全，必须马上离开。好。好。九幽，终于控制住了。小心点，这魔柱很不一般，现在的我只能抵挡得住他一时。林妮，这魔柱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？这应该是……不好！这应该是件太古凶器。太古凶器，或许还有一个办法。牧尘，快动手！你住他！起效了。应该搞定这大家伙了吧？你确定这黑纸幻化的封印神阵能控制住这太古凶器吗？我感受过它的力量，应该没问题。好像是字。大须弥魔柱。大须弥魔柱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那就先不管他了，白轩应该已经追来了，我得尽快去帮助苏轩学习他们。我看你不如先考虑一下怎么收拾这么多残留的煞气吧。这些也算是一种力量，我正好需要借用一下他们。你再跑的话，你姐姐可就死在我手中了。找你报仇的，到时候我必会让你血债血偿。牧尘，你要干什么？那个白雪太厉害了，你不要做傻事。放心吧，我有对付他的办法。待会儿你带着你姐姐他们先走，走远点，不要靠近我，懂吗？姐姐他们是为了我们才殊死一搏，你
你不能回去送死。别怕，谁都不会死。白轩，你要的东西都在我这儿。退后！你要干什么？你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住这么重的煞气了，让我来！不行，你已经消耗了太多灵力，继续下去，你会陷入沉睡。就算陷入沉睡，我也不能让你出事。这小子身上的煞气和那魔柱很相似。牧尘这是在利用那根魔柱的煞气。什么？他疯了吧？先疗伤，随时准备出手帮他。你不要命了？这么重的煞气一旦彻底侵入你的神智，你会沉沦在杀戮中，与傀儡无异。你看好他虚弥魔种，不用担心我。简直就是个疯子。杀气实体的滋味不好受吧？放心，你死了就能解脱了。魔兽血海熔炼，谁生谁死还不一定。怎么可能？这种煞气之下竟还能存有神智，使用灵诀。九幽，帮我收好我的神魄和大须弥魔柱。不过是垂死的挣扎罢了。给我挡住！
我的神智被侵占，不过是利用那些凶煞之力罢了。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小子，拿命来吧。不行，我们得帮他。沐尘，你答应过我要帮我拿到北冥龙坤金血，你还没有做到，不能死在这里。放心，血脉链接着呢，我可不会轻易丢了性命连累你。沐尘，只有这样吗？那便结束吧。沐尘，那是沐尘的金龙，他没事。推动这么强的灵诀，我等这灵诀将你全身而退。浮屠塔双龙镇压，丛林剑诀斩龙，休想跑。好好待着。